一个还乐呢。哎，儿子，我给你引荐引荐啊。我是爸爸，抱你的是妈妈。啊，宝贝，妈妈来了啊，叫爸爸。对，几天不见，你挺有进步呀。那是。行了，你呢？回家换身衣服，休息休息。你脏兮兮的都臭了，我要洗干净了，儿子该看不习惯了。我不习惯，快回去。哎，行，那个有什么事儿你记得给我发微信啊。嗯、啊，宝贝宝贝，宝贝宝贝，是妈妈，是妈妈，是妈妈。半天啊，卡特找到李月静的妻子罗美娟了。哎呦，太好了，那我明儿就可以飞纽约了。总算离希望越来越近了，现在。哎，你赶紧跟卡特说一声啊，给我订一家酒店。不用订酒店，我跟卡特说过了，您到纽约就住他家。不合适吧？这没什么不合适的，反正卡特一个人住，再说他中文好，住在一起呢，有什么事你俩商量着来，方便。方便。嗯。哎，行，我把卡特微信推给您啊。行。不着急，一会儿推也行。行，您订好了机票，把航班号发给他，他去机场接您。好。哎，你嘱咐那卡特啊，那嘴得严一点啊。明白，我早就说过了，不让告诉江天嘛。哎，这个小叔明天就走，你呢？家里的事儿呢，就多费心啊。知道啊，我去美国的事儿也瞒着点江天。啊，行，我知道，您放心吧，家里还有我妈呢。妈，我倒放心，我最不放心的就得是袁说的他妈，嘴忒欠。行。哎呦，您放心吧，小叔，您去美国一定踏踏实实的，好好的把那个罗美娟给我们带回来就行。放心吧，家里的事儿什么都不用担心啊。好，这天儿反正也多陪陪她啊。放心，小叔，什么时候现在学得这么絮叨了？不是絮叨啊，这有闺女，真有点不放心，怕她胡思乱想。知道知道，放心吧，这么多这些事儿一定要瞒着，等我一切等我回来再说啊。航班，正好吃了吗？没了。我不饿，我是着急跟你说说，在临走再嘱咐嘱你啊。德叔，此番远行，时间紧迫，任务艰巨，责任重大呀。咱们只许成功，不许失败。我知道，知道。我孙子的小命，命悬一线，危在旦夕。
名就交到你手里了。你无论如何得把那个叫什么罗美娟的那个女人，你把她带回来，好吧？不是你要说什么呀？我是这样，我觉得啊，有两种可能，一种情况是这个罗美娟她知道女儿报错了，另一个情况是这个罗美娟她不知道她女儿报错了。你去了，她一定会感到非常的意外，这是肯定的吧？你就借这个事，好好的夸夸咱们江天，是吧？说咱们江天的好，唤起她心里边美好的愿景来，特别想看咱们女儿，特别想见江天。哎，这个目的就达到了。但是啊，你千万别跟他说我孙子的事儿，别让他觉得是为了救我孙子才回来的。不是，就是救我孙子吗？不，是这事儿，这不能这么说，你知道吗？你不能让他有别的杂念，不然的话他来不来就两说了啊。不对了，我跟你说啊，哎，你还得学会自保，你真要碰上这么一主，你啊。你看着办得了，这个好话说好话又不花钱，又不费劲，是不是？是让人家高兴的是吧？让他心安理得的、顺顺利利的回来。你只有这样，才能双方更好的沟通，才能让他救我孙子的命。完事儿，还有碗没有？我怎么也有点饿了？那锅。哦，行，来，先吃个蛋吧。啊，行，来个蛋。好，哎，不耽误事儿。哎，千万啊，我再重复一遍，你千万别告诉他是为孙子的事儿，他回来是为了救我孙子，千万不能这么说啊。不说孙子的事儿，对，就说看女儿，看女儿，那女儿，对，多好一女儿啊，是吧？我可嘱咐你啊，嗯，管住你的嘴，好啊，尤其在江天那儿给我瞒住了。好啊，我走的时候家里就拜托你了。得嘞，啊。这你放心吧，德顺，不用你交代了。咱俩这么多年了，这点事儿我还不懂，是吧？嗯。行李都收拾好了。都收拾好了。行李都收拾好了。你这是要到美国常住去啊？哎，爸，三五天就回来了。爸，那是工作拓展。爸呢，谈个项目，项目一谈成了，马上回来，天天陪着你们，好不好？没事儿，你不回来都行。爸，这是工作去了，又不是游山逛景去了。放心吧啊，天跟孩子交给我了，一定省心。那您那边多注意点，我保证完成任务。哎，多操心，把天照顾好。那行吧，走了。啊，你不动。哎，您慢着。就直接视频了。不委屈了，难受半天了。行了，没事啊。你爸也就是顶多一个礼拜，那就回来了，好不好？嗯，也想不开。你想，你爸这么疼你，他要是没有说，但凡是他能够不去的事儿，他肯定不会去，是不是？那一定是有那个非得去的事儿，他说这种时候他才走的呢，你说是不是这理儿？嗯，不难受了啊，睡一会儿，明天一切全都没事儿了。哎，干嘛？哄哄我们，干嘛啊？早点去吧。我们一会儿的，没事儿。行了，过去了，好了啊。燕儿，哎呦，进来，江天怎么样？啊？怎么样呢？就是德顺刚一走，他有点承受不住了。刚才袁硕说，大夫说就是急火攻心。不是我说，
江泽顺办事从来都是头钻过去的不固定，你说那敲不声的走就完了，非得招惹江天伤心，你干什么？他什么意思啊？你什么意思？啊？你什么意思？照你的意思，德顺应该敲门声的走，就消失了。那你觉得江天他不得疯啊？别难受了啊！别难受了！哎呀，他们不说了吗？江叔爸多说一个星期，几天就回来了。他不在身边，不还有我呢吗？一会儿我就去医院看咱儿子。咱儿子最想看到的就是妈妈的微笑。你看你老哭，你笑一个，你把笑传给我，我再把笑带给咱儿子，好不好？你高兴一下。行了，睡一觉吧，啊，把身体调整好，好见咱儿子呀，啊。舒舒服服的睡一觉啊，对，往下点，往下点。好嘞，闭眼睡觉。不是，我也急火攻心呐、啊！你想想，小的都够让咱着急的了，你回头再把江天弄出好歹来，你是怎么办呢、啊？这个，你要急火攻心，你找个地儿，你去，你急火攻心去。你在这儿添什么乱呢？我发现你这个人就永远都是负能量，从来你说你给干嘛呢？哎，干嘛呢？人家添什么乱呢？我这都急火攻心了。你看，他也急火攻心了。赶紧回去吧，赶紧回去。我也从来他就是一个裹乱的。说他什么时候你说能给大家带来点正能量啊？好好劝劝，省着点啊，照着点，赶紧回去。气死我了！我跟你说，哎呦，我操！他爸净招你生气。江天睡了，睡了。我去趟医院，我把我姐换回来。您盯着点，晚上就让我姐陪着睡就完了。啊，行。Did you fill out this form yourself? Did you fill this out yourself? Yes. Yes. What's the purpose of your travel? Leisure. And how long do you plan to be in America? 15 days. Do you have a return ticket to Shanghai? Yes.You have a return ticket, Shanghai. Yes. Can you do me a favor, please? I need a translator to conversate, to help me translate a conversation I really can't understand. Please. Yes. Thank you. Can you follow me this way, please? Thanks. Ma. Ma. I'll tell you, my 小叔已经顺利入关了。真的？啊。就那个卡特他没联系上，卡特手机我也打不通。这卡特他怎么那么不靠谱啊？这人不会不靠谱。再说了，我小叔什么大场面没见过呀，这点小事难不倒他。那谁说的呀？
接人的人没来，还难不倒他呢，他上哪儿去啊？卡特他是不是躲了呀？你忘了你小叔原来不是打过他吗？我觉得不会，妈，你看那个我小叔跟袁硕打了他吧，可是后来他不还看江天去了吗？这不看僧面还得看佛面，这卡特不是这种人。我觉得江天怎么样睡着了？别提了，刚才做噩梦吓醒了，我好容易把他给哄睡了。妈妈，我现在不回去了啊，他再醒了我可哄不住了。行行行，一会儿我过去看看去。嗯，江天现在这样的这情况千万别跟你小叔说啊，别说漏了。嗯，主要你袁伯伯忘了嘱咐他了，这老婆嘴他要说漏了怎么办呢？哎呦喂，你先放心，回头我就跟袁叔说啊。放心放心。我问你，你有回程的机票吗？有啊，在我丈夫那儿呢。在你丈夫？你跟人说清楚了吗？我没听懂他说什么。哎呦，这可能误会了。阿姨，您丈夫是干嘛的呀？哦，在美国是著名的华人律师。律师啊？律师这职业在美国特别好。是啊，我给你扫个微信，我经常有朋友会有官司，我到时候介绍给您。哦，好好好。什么不至于啊，他再见过他美国他不熟啊。你说他要是去做生意我就不担心了，这回他不是去找人家的吗？人生地不熟的，也没个当地的人给他引荐一下。这卡特当地不是有什么卡特人？卡特人都没见着还卡特呢，太不靠谱了这个人。美国的电话，哎，是不是你小叔？喂，江婷。哎，卡特，卡特，你在哪儿呢？现在约定的厕所没有见到江叔，我这演出完就匆匆往机场赶，结果忘带手机了。他怎么能忘带手机？不是告诉他接人，他怎么能忘带手机呀？这人真是太……你小叔是什么性格？他一看没人，他肯定就走了。是，那个。是你再帮我周围再看一看，那个航班再确认一下，对不对呀？不是，你跟他说已经过了关了。是，他就过关了，都已经。你别担心，我来处理啊。不是，他挂了。挂了。你说这人他怎么这样啊？真够费劲的。我小叔不会有什么事儿吧？那谁知道啊？你赶紧看看还有什么美国，那还有没有认识别的人呢？回去歇着去。喂，金泰，江叔爸到美国了。你说他临走还到医院来啊，招惹一下江天。我现在担心的不是他，我倒是担心江天。爸，那江天晕倒的事儿，你可别跟江叔爸说啊。不告诉他，你看我见着他，我怎么骂他？您怎么了您？那江叔爸是为救您孙子，您可不能给人添堵。再者说了，江天是江叔爸的命根子，他要知道江天晕倒了，他能待得住吗？他。哎，到了。嚯，不错啊，随便看看啊。这小子，来看看啊，这边是，哎，这不是你一人住的？啊，就是一个人，是啊，等会儿，出
厨房啊，工作室，然后对，我先去换一下衣服啊，白天演出，然后咱们出去吃大餐，好，解封，好吧，啊，冰箱里头有水，好 ，OK， make yourself feel like home， 好吧，啊。你小叔的微信啊？我小叔说不让告诉卡特宝宝的事儿。不让告诉？嗯。为什么呀？卡特这小子汉语挺溜，但思维全都是西方思维。我怕他成事不足，败事有余。考虑到江天，还是别让他知道了。瞧，你小叔考虑问题，他就是周到的。妈，您这回放心了吧，踏踏实实吃个东西。昨天晚上一晚上没睡好，一会儿补个觉啊。赶紧吃吧，吃完了赶紧上班去。哎呦，对。来了。哎，你忙活什么呢？我不是说出去接风吗？出去，家里做多讲究啊！啊，我也好久没吃过中餐了。用手，筷子，筷子呢？好久没用了。啊，一双筷子你还瞎？呵，你瞧你藏这地儿，你直接搁你被窝里得了。嗯，保温，保温，保温那儿更保温。来来。姜叔给您夹一块儿 啊，嘿，这块儿肥瘦啊，还带着皮，一口吃进去，怎么样？嗯，行，好吃吧？好吃，好吃，好吃。啊，以后啊，吃点儿，就天天做饭，好吧？跟家里吃。好，我姜叔啊。哎，我在洗脸的时候想了个事儿，你来美国找江天的亲妈，嗯，你不能不告诉他吧？不能。他是当事人，他有权利知道，对吧？你不告诉他，不公平对人家。这事儿啊，先瞒着，一点一点来啊，千上千千万万别让我闺女知道了。Hi, Mrs. Goldberg. Hi, I'm Carter. Meet my friend. My name is Jiang Dongshu. How are you? Oh, I'm good. How are you? I'm fine. This is Mr. Jiang. He's from China. And we're here looking for Miss Luo Mei Juan, who supposedly lives there. Oh, Luo Mei Juan rented her house a long time ago.She doesn't live here now. Okay, that explains why they don't look really Chinese there. 他给租出去了。问问是到底是租出去了，还是把房子卖了 ？Okay, are you sure she's renting it out? She didn't sell it. Renting. Okay, 是租，租几年 ？How long has she been renting it for? Oh, close to 3 years. Okay, 三年了。问问罗美娟，她大概多长时间回来一趟？How often does she come back? You know, a good friend. probably once a year, but she's already been about a half year ago. Okay.
他大概一年以来，然后呢，每半年就是半年前刚回来一趟，啊，那长什么样啊？长什么？哎，好 ，OK， yeah， tell us about your neighbor. Party animal. No, I meant Miss Luo. Party animal. OK。抽大烟？没，说特爱喝，喝酒。对，What about these guys now? They're worse. I have put in so many noise complaints about them. 没，他说现在这些更闹腾。不是，他都去哪儿喝酒啊？Where might we find her? You know, like bar. 酒吧。Bar. What bar maybe?Any bar, she's the queen of bars. Just ask the bartender, and he will tell you where she is. Okay, 行明白了。只要去酒吧，随便一问哪个 bartender， 都能告诉你她在哪儿。好吧，走吧。还挺时髦。对。来，就是有没有龙卫娟的一些东西，比方说相片啊，或者是。Excuse me. This might sound weird, but do you have like a picture of Miss Wall? Because my friend hasn't seen her for like 20 years, and you know he'll be leaving soon. And actually, I do. I have one from the beginning when I first met her. Before I knew she was a hot mess. Thank you.家以后就一直盯着这照片发什么愣啊？哎，你光看这照片也找不着人，咱再出去问问去。教授，你看我跟谁在一块呢 ？Hello， 老姜，你干嘛呢？哎呦！是你们俩呀？啊！当然了，我们俩得感谢昨天你仗义相救啊！我们俩准备请你吃个饭。对。哎呦，不客气啊！你江叔忙着呢，啊，改日吧。那不行，不吃饭显得我俩多不懂事啊！就是，饭一定得吃。不，懂事，你们俩懂事，真的忙啊！改日我约你们啊！咱不客气。哎，老姜，你忙什么事啊？要不要帮忙啊？让他们等着，一个人独享幸福。哦，那个什么，哎呀，我现在啊，正找个人。这么着，我们俩啊，现在去找你们啊，一会儿见。好。可以。电商模式发展到今天，尤其是这两年，以井喷的速度呈现在所有人面前，可拉动的却只是替代经济。据我们调查，替代经济只占个人消费的20%，而正在探索出击的文化、教育、旅游、餐饮这些板块却占个人消费的80%。在这种跑马占地的前提下，我们的新项目孕育而生。早教、旅游这两个板块非常好的融合贯通了互联网加的概念，它的前瞻性和延展性会随着互联网加的概念发展而发展。目前的效益可以预估，但是前景是不可限量的。这两个项目都是在江董事长的提议下亲自参与制作完成，所以无疑为这个 APP 也注入了一针强心剂。我想之前江董事长和各位股东也都交流阐述，所以今天我请各位股东一起拿起手中的遥控器，让我们一起来决定这个项目的命运。
款 APP 的前景我已经阐述过了，难道你们江董事长对这款 APP、啊、别说是你了，就是江德顺在，我们大家也是这个态度。早教、旅游这两个项目推下来，投入是多少，产出是多少，我们大家的利润又在哪？尤其是早教这个项目，你给人家幼儿园配这软硬件，人家听你的吗？就算是听这钱呢，我们出吗？诸位，本来应该是由江董来说的，但他有特殊情况，所以过两天他亲自单独来汇报。那行呗，那就等德顺回来咱们再说呗。啊，马总，纽约这么大，那哪儿找去？哈哈，难找也得找啊。那不就大捞呗？哼，大捞真也得捞啊！我可跟你说啊，我江叔可人不错，还帮过咱，咱可不能忘恩负义。难找也得找啊！哎，万一瞎猫让我们碰上个死耗子呢？行吧，但愿能碰上死耗子吧。Have you seen this lady before? Nah, man. I've seen this girl before. She's like this tall, really skinny, curly hair.给你买上，来。那我就谢谢于总，这几天来亲力亲为，不辞辛苦啊。你要这么说，我得赔你一个马的。哎，啊，他应该值钱。应该啊，那你就自己喝。我喝了没？喝了。哎，快，别让吴总杯子空着。哎呀，你可是江总身边的美女财神，我们都靠你了，今后。来，过奖了。江总的事就是我们分内的事。好，我干一个。我来敬您一个。哎，嗨，不是一直盼着跟吴总？别张罗喝酒。不是，这都一直盼着你来。先你再跟马总。连都不喝了，小帅辛苦了啊！应该的，应该的。好，好，这个坐吧。哎，对对，我这一直张罗呢。那我就开门见山了，是吧？实话实说，于总的意思我们大致都知道了，是吧？我觉着这两天来也考察了，是也调研了，但这都是面上的事儿。其实也不完全是面子上的事儿，是想让您通过这次视察了解一下我们公司前景以及布局。那于总的意思就是让我们追加投资呗。对，江总确实有这个意思，也是想让您对一个产品的前瞻性和生命力再有一次深入的感受。于总说的特别对，抓住基础客户就有了资源，是吧？我们有了资源还愁市场吗？吴总，您高见。对，但是你们考虑过投入成本？按你们现在的这个乐观的估计，要四年后才能有利润。这四年啊，天天还不得再烧钱呢？啊！现在我们说哈，一年就可以说是一个时代，四年就是四个时代。这四个时代，等我们的内容做出来了，还能跟上趟。其实互联网加就是线上线下跑马圈地的时候，只要占领了这种资源，赢得了时间和效率，再加上实体经济和互联网完美结合，我们才能拥有资本，有了资本才能有话语权。这落后的话语权还有什么话语权？哎，马总，教育和旅游可是前沿板块，只要占领这些资源，
市场马上就会显现。别走，我想这个江总也不会允许做亏本的买卖吧。你想，你4年后才有利润，那这4年期间我们大家都喝西北风。于总，谢谢你这些天的周到照顾。这姜啊还是老的辣，等姜总回来尝口老姜啊，看看你能不能开窍啊。于总，你做编程绝对是腕儿。不敢。但是做生意真的嫩了点儿。吴总，我也是根据姜总。哎，老于啊，哎，这个爷爷栽树孙子乘凉的买卖，现在这个社会还有人干吗？再怎么说您也是科技界互联网界前沿上混的人啊，怎么成古董了？这个吴总，行了行了，就这儿吧，就到此吧，等老姜回来咱们再说吧，好吧，走了啊。哎，马总，你还没喝呢。马总，那就喂，不是着急事儿，行，我们也回去碰一下啊。好，吴总，哎，告辞告辞告辞。上秘书啊，别追了，没用。秘书，孩子不对劲儿，你快叫大夫去，叫大夫去。哎哎哎，孩子家属情况不太乐观，你们出去等吧啊。好的了。